游戏介绍：小明是一名国小的学生，月考快到了，小明因压力太大而不想考试，所以老师做了三个游戏，让小明可以快乐的考试。我觉得压力好大，所以我不想考试。我要做三个游戏，让学生可以快乐的考试。游戏一规则：将右边的数字分成直数与非直数，分对加一分，分错重分，时间20秒，得发分就过关。游戏二规则：用滑鼠点十牌子攀牌，攀到一样的加一分，时间30秒，得8分就过关。游戏三规则：用向上键让主角跳跃，碰到与题目相对的单字加一分，碰到错的单字扣一分，时间20秒，得3分就过关。月考时，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，这样对自己会比较好。复习时，不要只是一直写，一直背，更重要的是要会融会贯通。